好，这个当年像山一样高大的父亲也会老哈，尤其当我们长大之后，再发现回头看，哎，怎么爸爸妈妈都变那么小只哈？包含戴导演对不对？听说前一阵子父亲生病之后，你才感觉到说山也会变小哈。对，就是父亲现在年纪大了嘛，这样对，那在病中你们有做些什么深度的谈话吗？没有，还就男人跟男人之间很多话可能不用说，对，一个眼神一个动作，对，那其实我跟父亲并没有这么对立，对，因为其实很清楚的，我开始接触到电影是我父亲带我的，就是他从以前住在台东嘛，那对他就是我开始看电影就是他带我的，然后我今天能够有这么好的身体，就是熬夜做什么我还撑得下来，在这个行业是他给我的，因为从小我父亲他对自己很严苛，可是他对我们小孩子的身体就是我们连隔餐饭都没有吃过，哇，对，不要说隔夜饭，连隔剩菜剩饭是不吃的。对，是没有吃，你们自己吃啊，他不会让我们小孩子吃到，所以他的那个，他对我们的教育是那样的，他希望你的身体能够非常的好，然后是要准备横跨那个青藏高高原，对，所以即使就是，即便朋友观念也有不一样的地方，那更何况是两代。我觉得那不是对立，我觉得那是父亲的严格，想要训练你，当然磨练，当然，对，他就是恨铁不成钢嘛。对，你最叛逆做过什么？我叛逆最叛逆做过什么？就是离开家吧。哦，对，就离家就对，离家几年？还好去当兵，那不开玩笑。就是尽量最怕离家，有能力的话就不要在家，在青少年的那段期间。对。那个戴导这样哈，就是说我记得啊哈，我老实讲，依我的家庭，就是我爸爸妈妈对跟我，还有我跟我的子女，没有比较没有这样的问题哈，这样。那只是有时候你得接受说子女也长大了，有时候觉得以前真的没有办法感受。比方说我儿子他小六的时候，有一天跟我说：“爸爸，因为以前你知道他有压岁钱、零用钱什么，他们都会存起来嘛，存起来我们都会帮他存在邮局啊，或者存在银行，说那个有利息啊，小孩子会很高兴啊。可是那个存折跟印章我们要帮他保管嘛，不然他搞丢了或怎么样啊。”有一天六年级的来跟我们说：“爸爸，那个存折跟印章还我。”我说：“要干嘛？”他说：“以后钱我要自己管。”六年级那时候感受真的是很不好，就你一辈子从小到大手要勾着手才能睡觉的小孩，现在竟然跟你讲的是这种话。OK， 我觉得人是这样，人就是说，你慢慢长大了，事情就越看越开了。最近，这个他晚上我带我太太散步，碰到我儿子，然后他带个女朋友，想说晚上怎么有人叫我爸爸，这样叫我妈妈，我们忽然愣住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，结果因为我们住在山上，然后一看哦，原来是我儿子，因为他戴安全帽。我说你回来啦？我没有啊。我说那你要干嘛？他说他带女朋友去看夜景。他说啊，你要不要回家？不要，我现在要回去了。大禹治水，对不对？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小镇看夜景，三过家门不入。对，那你就作为父亲的感觉是什么？哎呀，年轻人嘛，就这样了，没有关系，看开一点。然后呢，可是两个人会偷偷的，因为有一些讯息会泄露给妈妈，说爸爸姐来了，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样子哈，就说，那种小孩子对父亲的爱，或者我对以前我的父亲的那种爱，那有时候都很在很细微之间。对，我还记得王瑞德来节目，
他曾经讲过，他很恨他母亲，还记不记得？痛恨他母亲，恨到他曾经讲过说，恨到他死那一刻，他都不原谅他。嗯，这样。可是老实讲，可是死了以后，快过快走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放下。嗯，就牵着他的手的时候，还是放下。人前就很奇怪的，那一刻还是放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倒不是在讲说小孩跟父亲之间有什么仇恨啊、对立啊，而是其实有时候父亲都是一种爱，只是你当时不能够理解或认知哈。那你有过什么样的父亲对你严格的教育？我小时候是没有游戏的。好。那现在来看的话，现在所有教育观念都是小朋友都是从游戏当中学习成长。嗯，但是我小时候是没有游戏的。就是、你在干嘛？太多了。像我手上，我从小手上就有后剑。真的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摄影大哥来，对，看一下，这一颗，对，这里一颗，而且很厚，都削不掉了。消不掉，大概从国小就有，就是我从国小我就会做水泥工嘛，然后国小就做水泥工，对，就是父亲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就是希望你在任何环境你都可以生存下去，这个是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宝藏，我觉得，所以国小你做水泥工，我跟我弟也是啊，是去帮别人做还是做家里的都有。家里做完是父亲带着你们做吗？对，社区劳动服务，像这种，然后要扫清扫的话是扫整条的这个社区的，那右手也是很厚啊，对，那就是我并不认为那样是不好的教育，可是对当时候一个小朋友爱玩来讲是非常禁欲的，对，所以我每天只能。学习或者是劳动，然后总之不能有任何游戏这件事情。对，游戏的话就变成偷偷玩。那个，对了，要你知道我也是长茧的人，是，因为我种田，是。可是那个茧啊，经过年纪岁月之后，它会不见了，你的不会不见哎。不会，就是现在还在劳动。哎，后来就习惯了，也是父亲给我这个习惯。哎，你的右手也有哎，不是左手哎，都有啦，对。所以他一直有习惯，什么事情都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那份父亲留给我的，就是他从小告诉我要吃苦。耐劳，每个父亲的方式真的不一样。我在花莲认识一个原住民的父亲，他是考非常好的学校，他不是靠原住民加分的，所以他自己本身成绩很好。然后他后来还是要回到家乡，然后他做爸爸字，然后他说他爸爸，他小时候啊，他爸爸就是他们放学回来啊要写功课啊，有点懒，他爸爸说不要写，这太难了，你们去做比较简单的，就叫他们去放羊啊、种田啊、劳动啊，然后说功课爸爸来写。那小孩子第一天还很开心啊，后来发现那个劳动太恐怖了，还是回来写功课比较轻松。这样他爸爸每天跟他们抢着写功课，这样我来写功课，你们去做那些，就反正是原住民的小孩从小山上的事情什么都要会啊，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他说他们是被他爸爸这样逼出来的，没办法，为了躲避那些工作，所以呢很认真的读书写功课，这样子也都不用人家逼写功课，因为跟写功课比起来，那个劳动是很辛苦的，对，很累的。我这个我跟戴导好像有一点像啊，不过我老实讲，我们家好像没有那么严格。我小时候其实也有一点怪我父亲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这个种田嘛，那。这边，他等一下再发言一次。哦，等一下，没问题。那这样，等一下，我先休息进广告，待会回来先去试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先休息进广告。哈哈哈哈哈！偷偷讲。